日本人研发的一场会战，上级让我们获取这方面的日军部署情报。可眼下整个上海都在日本人手里，要怎么下手才能不暴露？你要记住，我们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内容，就是等待。等待，要学会等待。我们的处境依然艰难，但要完成不同的使命，面对复杂的关系。如果他们是共产党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哪有那么多共产党啊？是否就别一身一鬼了？现在斗争形势这么复杂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，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。陌生，我是不是胆子太小了？我们是人，又不是机器。你已经表现得很勇敢了。我们身边都是敌人，在黑暗中与狼共舞，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。他们为了伟大的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，可以离国除了伤病，我们还会感到悲壮，因为他们是带着崇高的理想而走。记住，要学会等待。